青楼，后日月夕我们一起过如何？嗯，为了答谢你救浩然之恩，毕竟嘛，我也是个恩怨分明的人。油嘴滑舌，我答应了。娘亲，你就同意吧，我都已经答应小叶了。那你还跑来找我？因为他说一定要征求你的同意。是吗？不是。小叶，你就别掩饰了，我还听说你为了为师和你师奶准备了惊喜，也算你一片孝心。你说呢，娘亲？你呢，现在回去好好睡觉，娘亲还可以考虑考虑。好耶，我现在就去睡。娘亲，您可不许耍赖哦。好。青楼，我之前听楠楠说起过，你之前得过失魂症，过去的事情都不记得了，对吗？这个臭小子倒是跟你挺亲近的，什么都跟你说。所以，你连楠楠的亲生父亲也不记得了？就算不记得又怎么样？和你有关吗？我要睡了，慢走，不送。从今天开始，不管是你的过去还是将来，我都希望与我有关。好好休息。年轮覆写了几卷，与命运无常，梦在月沉人不闻，明月思念为